大家好，我是文瑞啊。这两天在这个国内的自媒体看到一个视频，这视频它里面谈的内容给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哈，就是它能够从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看到整个中国经济啊现在这个衰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它从什么角度呢？就是指这个就谈到了这个一些大型的跨国企业，他们的这个高阶主管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消费的情况。他应该在上海这个人，他对上海好像比较了解哈。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先给出结论嘛，他说就是一个大型跨国企业的这个高级主管哈，他一年，他们包括他们整个家庭一年的这个消费呢，大概各个方面加起来能有300万人民币左右，是这样的一个规模，里面包括就是企业给他们租车呀，给他们租房子，那租的肯定都是非常好的房子了，高级别墅啊什么的，然后孩子要上这个国际学校啊，然后他们各个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消费啊，加起来要在300万人民币这个左右这样的规模。那这个数字哈，就说如果你了解，你也可以就是留言，咱们一起再探讨。反正以前我那是2004年、05年那时候，我在三星电子，在中国天津的三星电子工作。反正当时具体数字我不清楚，我感觉当时那个韩国的驻在员啊，他们的待遇是非常非常好的。至于说他们能拿到多少钱，企业给他们消费多少，他们自己花多少，我虽然不清楚，但整体的这个消费水平是这个非常高的。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看一个在上海的高级主管一家人啊，他按一家四口算，一家人的话一年的消费是300万人民币左右的话呢，然后他就给算了一笔账，他说在上海啊有300家左右的这种大型的这种跨国企业，那么每个这样大型跨国企业，他们就是刚才我提到像那种他提到那种待遇，一年三百万消费的这种待遇的这种就是说高管啊，每个企业有50人左右啊，50多个，300多家企业，然后你一成就是大概多少人呢？2万人左右。那每个家庭300万的话，那就一共是多少呢？600亿左右这样的规模的消费，600亿。然后他说呢，其实这些外国人啊消费的是这个600亿，就是主要的是高阶主管。那还有一些中级的、低阶的主管也是这些外国人呢。那加在一起呢，可能就要1000个亿的消费。然后这1000个亿的消费呢？他们在消费的时候，可能还会带动一些其他的人，对吧？带动一些其他的这个中国的一些客户啊，在一起整体一起消费。那么就是说，一个1000亿还能带动3000亿左右的这种消费，那么一共加起来就是4000亿哈。反正这个自媒体人他说他比较了解，他说的这个数字，我觉得说的还是应该比较客观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整个这个消费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呢，就是上海的这个，就是说整体一年的 GDP 呢，在4万亿以上这样的规模。那么这些外国的高级主管，包括中级主管和低级主管，他们再加上他们带动的这消费呢，就是将近3-4千亿。你想想，这些人他对上海整个 GDP 的这个贡献得有多大，是吧？那现在这些人大规模的在撤离的过程当中呢？对整个上海这样的这种国际大都市的整个经济的冲击规模也得有多大，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前吧，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就是说中国经济特别是消费领域的这种衰败的这个情况。我看到以后呢，确实觉得说的是还是蛮有道理的。然后呢，这个情况是这样啊，它整个一个跨国企业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些高级主管他们一个人包括他们一个家庭的这个消费，事实上整个这个跨国企业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能力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这里面还不包括说他这个采购一些物资啊，对吧，就是说就是主要他的那些就是供应商，不包括这些，就是整个这个公司你想运营啊，对吧，你得需要多少纸啊，对吧，你需要多少咖啡啊，需要这个桌椅板凳啊等等，他需要的这个消费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再加上还有一块就是什么，这些跨国企业给这些员工发工资啊，就中国人这些员工，中国人这些员工发工资，他这整个薪资水平是比中国的很多企业高很多的。那这些人出去他得消费呢，是不是？你看当时我在三星电子工作，当时我记得工资税后是4000多，拿到4000多，你现在你看好像4000多并不是很多，但是在我是2004年到的三星电子，然后一直到2006年来韩国，两年就是说每个月都4000多的工资，其实在天津当时就觉得已经很多了，那个时候。那我当时说工资4000多，好像还天津很多人还挺羡慕。他当时出去打个车刚起步价刚5块钱，我觉得天津，然后经常出去吃饭呐、喝咖啡。那时候基本不坐公交车，出去全都打车，就那个时候。所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像我们在这个大企业、外国跨国企业工作哈、这样的人，整体上就也能带动一大批消费。那简单讲就是什么呢？
这个企业高级管理员、中层的、低层的，包括员工，包括这个企业本身的整体的这个消费，那它能带动整个上海多少消费呢？是吧？因为这些钱花出去以后呢，它还能带动这些拿到钱的人，他们还得再消费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规模是相当相当庞大的。那么现在，对吧？这习近平搞这个什么"战狼疯狗"外交，是不是？你这一大批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企业全都走了以后，上海怎么办？那整个傻眼了，对吧？那整个消费那只能是往不断的这个往下走，他们是消费的火车头啊，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而且比如像上海这种大都市，它很多很多的这个服务行业啊，它都是为这些外国人或者是为这些有钱人服务的。它整个的这个就是说住房的条件呢、啊、租金呢、啊、饭店的这种规模呀、啊、等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都是那种高档高大上的那种状况，是吧？只有这些外国人能享受得起，他们走了以后啊，当然还有一部分少部分中国人，那他们都走了以后，你这些这个东西成摆设了，没人能消费得起啊。你说谁到上海，对吧，会租房子一个月几万块钱呢？谁能租得起啊？是不是？所以说呢，整个上海就像这种国际大都市被冲击的影响会非常大。上海北上广深的等等一些沿海城市，很多城市都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对吧，二三三四线城市呢，其实很多城市吧，现在它的这种消费呢主要依靠什么，主要依靠就是说这种编制内的什么公务员他们来消费，特别是小县城它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这些人还能正常发出工资嘛，然后他们还可以出去消费一点。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这些小县城的财政对吧，三四五线城市财政不行，那这些人就是说工资可能也发不出来，他们的消费也不行。那这些财政不行的原因当然有和这个土地财政枯竭有很大关系，还有就是什么呢，来自这些大城市啊，比如上海就是发达城市的这种这个就是说不往这拨钱嘛，对不对，转移支付这一块现在呢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上海本身经济也不好，或者其他的沿海城市经济不好，它转移支付就不到位，那这边的消费呢也会出现非常大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昨天我还谈到这个问题，就有人给这个富士康下跪道歉嘛，对吧？那以前那很多中国人就是觉得自己兜里有点钱了啊，不得了了，对不对？什么这个韩国企业滚出去啊，美国企业滚出去啊，全都在这么喊。其实这些外资啊，它给中国整体经济带来的这种影响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巨大的。你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像我刚才我还提到的，它只是在这个就是说消费领域里这样的影响，那特别包括像出口领域呢，是不是这种影响就更大了？包括这个在这个整个产业链里面，对吧？你比如说一个，当时我记得在三星就很清楚，就我们一个公司当时生产电视和显示器嘛，那有多少供应商啊，一片一片的供应商，对吧？那这一个外资企业走了，那种影响啊，真的是让很多很多人呢都是痛不欲生的。那到现在为止吧，可能还有很多岁月静好一族啊，还有很多小粉红不懂这个道理，就是非要把所有的外资都撵出去。但是现在基本也差不多了吧，外商直接投资就是已经降到30年来的这个最低了。那么整个呢，中国这个经济啊就要陷入一片这个困境之中，外资企业都走了，像昨天我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中国的那些企业那对这个中国人那下手就更狠了，那日子真的是这个不好过。还有很多以前服务外国企业，像上海很多这个咖啡厅也好啊，餐厅也好，你服务外国人这些服务行业的话呢，整个受到的冲击也会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巨大。所以现在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苦日子那真才刚刚开始啊。所以大家也得好好想想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哎，说一千道一万吧，也很简单，就是共产党的问题，这也说了很多次了。整体这一集呢就说这么多哈，咱们下次这个节目再见，谢谢大家。